场戏里写的女主角要脏兮兮的，你去跟男友说一下，我不想化脏兮兮的妆。素颜姐，昨天导演就说了，这场戏呢是女主角沦落街头，一定要脏一点的，不然接不了剧情啊。什么剧情啊？我们接一个是投资人，现在去问他能不能改，不能改就把画了。素颜姐，我看这事儿你还是自己去跟导演说吧，别说换导演了，你把整个组的人换了都行啊，整个剧组就一个你，你最厉害，行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是那条线，伺候不起老杨了，我不干了。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滚回来。真的很高兴能在这里再见到大家。顾总，其实我们早就想了，等之后这些人都乱套了。是的，顾总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。现在网络的无影版正在拍摄，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。你们愿意这个时候回来帮我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。干活去吧。好好好好。叶总，夫人和老爷一直在问我您什么时候回去，在干什么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就说您和少奶奶在一块啊。哦，对了，叶总，我还联系了保安公司，派人24小时跟着少奶奶。他肯定会安全的。很好，给你加工资啊。谢谢叶总。喂，顾良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回家一趟吗？好，我正好要报出。